游客气愤大喊要回家，因为他们原定搭晚上7:30的班机要从金门回台中，没想到飞机油量指示器故障，8:06才登机，结果飞机在跑道跑啊跑，就是无法顺利起飞，全机70多名旅客全被请下飞机，到晚上10点才被告知班机取消，游客气炸了，说其实到金门前就出现过飞机异常，等了1个多小时才登机。6点准时到机场，想说7:30我们可以回家休息，跑马灯跑出来。异常维修，等到8:06哦，通知我们可以上飞机了，结果升不上去啊，又广播请我们下飞机。深夜里回不了家，游客还被告知食宿要自理。然后下飞机之后他怎么处理？一人一瓶八宝粥拿出来给他看，一人一瓶八宝粥没事了。不仅几乎没赔偿，业者连一句道歉也没有。各位有没有听过他讲一声抱歉？没有。振振有词。业者表示，这是机械故障，跟公司无关，要旅客自行负责。一些因素的话是比较难去控制了哈，我们提供一些住宿啦、交通的一些资讯给他。餐食的方面的话，就是我们也是尽量。班机出包却没有任何配套措施，诚意也只有一罐八宝粥，让不少旅客对丽荣航空完全改观。记者李俊勇、吴怡璇金门采访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